明白了，主人你千万小心。可恶，这只巨蛇到底吸收了多少灵宝之力啊！小心，师姐，我来帮你。林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当然是协助师姐对付此妖。糟糕，这家伙又开始蓄力了。刚才我消耗了大量灵力，这一击怕是很难顶住了。师姐放心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抱歉，对不住。搞定，不愧是我。别臭美了，我国巨羊弄个顶级法宝。师姐小心。林玄，哎，终于跑出来了啊！那蛇怪好厉害呀。白师姐和林玄还在里面没有出来，他们不会有事吧？主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大家快散开，那家伙要出来了。林玄小心身后。救命啊！不要慌，站在我身后，刚好拿你试试我新学的枪法。是吧？嘿嘿，搞定！这太夸张了吧，一招就干掉了大妖。这林玄究竟是什么境界呀？师弟你好厉害呀。啊，哈哈哈，一般一般了。你的伤不要紧吧？师姐别担心，我皮糙肉厚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对了，你刚刚那是什么武器啊？竟然能爆发那么强的力量啊？你说北神枪啊，刚刚在洞穴里随手捡的。唉，不仅获得了化灵丹药，连随手捡的就是一个这么厉害的法宝。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狗屎运而已啦，师姐不要生气嘛。哼，用不着你安慰我。不过无论是夜未央还是北神枪，归根结底都是靠师父的指点才能获得。果然有大腿棒才是修仙捷径啊。哼，真难就要靠自己，总想着靠师父算什么本事。哎呀呀，之前还说想加入我秋海峰的，师姐这么快就忘记了？你白师姐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从地图上看，周边的遗迹差不多都探索完了，新人返回找楚河师弟吧。算算时间，百门大会也该结束了，叫上他一起出去。没想到一颗飞升的丹药竟引来这么多人仙后期强者，若非陆长老在此坐镇，恐怕林玄他们还没露面，场外就已经打成一锅粥了。掌门，百门大会都快结束了，不断有其他仙门的人从禁地出来，我宗弟子却无一人现身，你说他们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测？林玄资质逆天，同境界难逢敌手，加上还有大成期的白丛灵从旁协助，活下来不成问题。他们不出现还好，一出现怕是会遭到围攻。怎么回事？楚师弟居然不见了？哟，这不是无定仙门的各位吗？是在找方才那个落单的家伙吗？你见过楚河？他已经化作了内丹去阎王殿了。什么？楚师兄修为乃是大成后期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陨了？可恶，你们这群混蛋。少啰嗦，不想落得跟他一个下场，就把你们拿到的宝贝交出来，否则等出了禁地，神仙也救不了你们。杀了我宗门弟子还要抢我们的宝物，真当我们无定仙门是好惹的？哦，嘴还挺硬，既然如此，那别怪我下手无情了。大家小心。这个人竟然是渡劫期，怎么办？这下危险了。想清楚了吗？
师弟，此人实力非同小可，你带大家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师姐，你不用动手，旁边看好戏就行。星宿一落，北辰七枪。虚张声势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破了我的防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师兄他破防了，大灾快逃啊！我的天，一个渡劫期还有这么多大成期，竟然被一招秒了。你不过是化神期修为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？今天我饶你一命，下次见到无定仙门的记得别这么嚣张。师弟，你竟然连渡劫修士也能击败，我都打不过他呢。其实主要还是这北辰枪自身威力强大，我只是注入灵力催动而已。别谦虚了，这一路上大家全靠你才能走到现在呢。师姐谬赞了。怎么回事？是地震了吗？应该是百门大会结束，所有人要被强制传送出禁地了。这里是我们一开始进入禁地的地方。果然是这样。哼，无定仙门的人终于出来了，还真是让我们好等啊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阵仗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先后期的大能？